熒幕八爪魚八足咁多爪，今個星期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溫哥華農曆新年嘅慶祝活動。跟住 Dr. Ma 會教大家點樣為小朋友同青少年設定新年健康目標，仲會遊覽多倫多東瀛風花園，以及參與 Stratford 小鎮燈光節。星期日晚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